声声带我们回那条胡同，要阳光穿梭成雾和微风，骑着车追逐的青葱记忆中，那座红墙琉璃瓦的故宫，与喧闹的生活不同，古朴宁静贯穿着平凡不平凡的春夏秋冬。一些话语好像一粒种子在青春生长，改变未来模样，有谁知道不声不响。曾经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，想快点长大，有人等待，有人去他乡，未来多漫长。如今各自走过悠悠的时光，我们都长大，终于认定爱才是信仰，不用再流浪。当年提出的问题慢慢在岁月之中找到答案，谁追过梦不留遗憾，最后回到这我怎么记着周末是张琪的生日？你们不趁这个机会胡吃海塞，怎么主动去学习去啊？啊！哎呀，你这孩子要求进步，你就让孩子去吧。啊，对，素年哥也去吗？嗯，素年也去啊。嗯，啊，那好，去吧，好好学啊，别乱跑。知道了。作文训练营。老师让你去讲课，我去听课。你用得着上这个吗？就偶尔尝试一下。好事，去吧。你们都不核实一下的吗？核实什么？老郑，嗯，要不你看一下？不用了。对，没什么。哎，一会儿我来倒。我还是干点活吧，省得他们老说我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。哟，怎么了？啊？我刚才倒水的时候，这突然疼了一下，手滑了。疼得厉害不厉害？哪儿啊？现在感觉好多了。没什么事了，要不然明天就休息一天，然后到医院去检查一下。哎呀，小事，吃片药就好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呀，这地上都是水。哎，我来收拾，我来收拾。我弄。你去休息，我来收拾啊。一会儿喝点热水啊。妈，喝药了。啊，放那吧。妈，我想参加一个作文培训班，需要2天1夜。多
多少钱？免费的。和谁一块儿去啊？邵雪、张琪、林诗音、郑素年。妈，你要是不想让我去，我就不去了。去吧，多和朋友们交流交流也好。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不是，就觉得您最近心情挺好。你妈每天歇斯底里的，你才习惯。不是不是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学习去吧。哎，对了，拿去吃吧。今儿帮旁边小卖部写了副对联，人家送了我几包瓜子。手老抖，剥瓜子练手，就帮你剥出来了。吃吧，吃完了，妈再帮你剥。嗯，谢谢妈。妈，那你记得喝药。作文训练营带那么多衣服干嘛啊？哎，他不会要离家出走吧？人家是五个孩子在一起，别煽情过敏了。当领导的就是奸诈，送个红包都这么多水分。你好好工作吧，齐哥度假去了。海边一年四季都很暖吗？这是北方，不是海南。看来我的泳裤是白带了。别说泳裤，我都后悔我没有带秋裤来。你好歹还穿了条裤子啊。再这么下去我就冻感冒了。要不我们走。大海再见。再见。不舒服了？啊，有点疼。不是下午到医院看看你？没事儿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
你别太不拿自个儿身体当回事儿啊。我知道了，师傅，我下午就去医院看看。让小郑陪着你去。不行，最近所有的修复组都在忙大展，他们钟表组最忙了。哎呦，不在这一会儿。我没事的，就偶尔疼一下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师傅，我下午就去。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！这地方你哪找的呀？我一个小地帮我定的。不行，我得清理门户了。喂，你不是说你七舅老爷是开五星级宾馆的吗？七哥，就你那点钱，连五星级厕所都住不起。我说的是，我舅老爷家那个宾馆有五星级的服务，绝对让你感受到那个如入宾贵，那叫宾至如归。你甭管这是什么贵了，我坑谁也不能坑你呀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挂了吧。付钱了吗？付了。不行，我找退钱去。走，走。哎，退钱？那玩意儿就退钱呢？你们这实物跟图片严重不符。你这欺骗消费者，我们可以告你的。我们这儿以前跟这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后来经营不善，我们就改建了，但里边都一样啊。真的，反正是不退钱啊！你要是骗我们，我们就投诉你。对，投诉你。算了，咱先上去看看。好了。这老板经验太不差了吧？我觉得还好啊，日式风格还挺独特的。就是这床有点短，你们三个人睡这么小一张床。走吧，咱们给他们留点空间。说得好，年轻人就得吃点苦。我妈刚工作那会儿，睡的都是大通铺。小雪，怎么了？你听，什么声音？我有生命之年以来见过最大的老鼠。还好吧？还好，你跑什么呀？我看着你们都跑了，我就跟着跑了呀。我今天绝对不会再踏进那个房间半步了。那我们今天晚上住哪儿啊？今晚都在这住吧，估计也睡不着，正好给张琪过生日。啊，对哦，今天你生日，太好了，可以吃蛋糕了。金宁，啊，来了。肿瘤，而且还有癌变的可能，需要进一步的检查。怎么检查？先做个核磁，根据结果啊，咱们才能确诊。我就是偶尔疼一下。不至于吧？还是尽早的确诊才能及时治疗。啊，当然了，你也不要有
太大的心理压力，啊，毕竟还没有出结果。医生，谢谢你啊。没事啊。出来，出来，切蛋糕，切蛋糕！你快，没事吗？还在等这？我还没许愿呢。哎，那你快点。怎么没唱歌啊？预备，起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带点感情。预备，起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我们拍照吧。先跟我们孙年哥拍。好。哇，你俩也太好看了吧，这样特像海报。孙年哥特别像模特。那我呢？我呢？你吧，特别像模特旁边的道具。冰石印，一二三，哎，咱们先切蛋糕吧，等会儿再拍照。好，先来吧，来，先切蛋糕。两个圈，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啊？没有。对二，走了。我接风，一个四，我也出完了。怎么又是你们两个赢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智商决定胜负。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哎，我们换一个游戏玩吧。嗯，那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吧。怎么玩啊？就是每个人写两个问题，然后抄到哪个就答哪个。写完了吗？我写完了，拿了。好，抄到哪个打哪个啊！我先来。韩小雪一个脑瓜崩。张琪，肯定是你。你愿赌服输。哎，小雪，对不起了。轻一点，轻一点，使点劲。三、二、一，我替小雪挨了。还是苏年哥好，该我。没有。写的什么呀？没什么。请详细描述一下你的初吻。就是没有啊，真心话。啊，那你可要加油喽。该我了。十多封吧。收到过几封情书。虽然数量惊人，但如果是素年哥也不足为奇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怎么就没收到过啊？那是因为咱们学校的女生眼保健操作的不错。你去。好了好了，该五花。好。抱一下你身边的人。好了，报完了。你看我干嘛该你了？啊，他该我了是吧？少雪。我喜欢你。
干嘛呀？我开玩笑呢。吓死我了你！这上面写，说一个你不敢说的假话。张琪，你演技太好了吧？承让了，承让了。嗯，这个时候谁来电话？我妈。别说话。喂，妈。张雪，你疯哪儿去了？你是要气死我是吗？张琪，臭小子，你想气死我呀你？李时音，看我以后还信不信你？小雪，你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！下车。请你吗？哎，轻点，轻点，轻轻点！你干嘛呀？那么多人看着，你看我回家收拾你。你是不是我亲妈？不是，你亲妈，你被你气死了。哎呀，走！哎，轻点！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轻点！石英，石英，你还有脸笑？小恩，妈，妈妈，别这衣服都皱了。你是不是还不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啊？我就是不开心，想去散散心嘛。气死我了！行，下车，走吧。哎，臭死你！热的大炉子你啊！热什么炉子了？我就是不想在那个只有我的破屋子里过生日。哎，好好跟孩子说，别动手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你跟我说呀！我找得着你吗？不是说了三天吗？怎么今天就回来了？那不是给你过生日安慰了？你有多大娄子？你走！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，我会做检讨的。去，以后我尽量就别撒谎了，好吧？嗯，我知道。行，知道就好。来来，给我。怎么没人骂他呀？你是看上的不嫌事儿大是不是？人家素年八百年不犯错，犯一次错还是你带坏的。走。什么都怪我，快走。那个，我想跟张琪说两句话。行，早点回家去。早点回家啊！哎，阿姨。成天不回家，一回来就跟我吵。阿姨也是担心你。她能担心什么？对了。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嗯，张琪，嗯，那个问题是我写的，我知道里面写了什么，告诉他，我想说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说什么。我不说，我又感觉所有事情都憋在心里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要不我帮你告诉他？不行，我是害怕，万一说出来，很多事情可能都会改变。欢欢，你先帮我保守一下秘密，行吗？嗯，你快回去吧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嗯，对了，生日快乐。走了，拜拜。干嘛呢？学习呢。
这小子隐藏的还挺深。老郑啊，下周我去趟外地看一个远房亲戚，待两天就回来。怎么这么突然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突然联系上了，我想趁这个机会出去散散心。你最近不开心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想旅游了，不行吗？行，也是，咱俩有好久都没出去过了，等我忙完大展，然后咱俩把年假请了，出去好好玩几天。想什么呢？素年高三了，老是在家伺候儿子。你说这高三的家长啊，也不好当啊。早点睡吧，明天还早起呢啊，把牛奶喝了。苏年哥，你在这演铁窗泪呢？我被我妈关禁闭了，未来一个月放学要准时回家，晚一分钟就扣1块钱零花钱，其他时候哪儿也不准去，连张琪家也不能去。那我家呢？哎，没说，估计也悬了。看来阿姨这次是来真的了。早知道出去一趟要花那么大的代价，还不如去西单吃顿肯德基呢。没两天气就消了。这次难了，你看，我妈昨天晚上用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做了这张计划表，上面时间紧任务重，摆明了要存天理而灭人欲。我以后啊没有好日子过了。那我帮你求求情。唉，算了吧。给。这是你从网上给我买的？嗯，这玩意儿挺管用的，你可以把上课来不及做的笔记都录进去，随时听，特方便。关键是你按旁边那个按钮。嗯。苏年哥。苏年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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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年哥。你上次说一听我的声音就特精神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声音录进去了，是不是朝气满满呀？嗯，听了都不会累了。哎，还好买得早，现在主机都被没收了。嗯，还说给青春留下点儿美好的回忆呢，现在呀，就只有这关禁闭的回忆了。你还要青春好多年呢，有的是机会。那万一要真像张琪说的那样，我们以后各奔东西了怎么办呀？我现在呀，终于能够理解我妈为什么不想让我出国了。我就在想，要是有一天，苏年哥，你走到一个我找不着的地方去，我肯定会特别难过的。不会的。那万一呢？在我这儿没有万一，我发誓永远待在你找得到的地方。今儿下班，就让素年到我们家吃去吧。反正静宁也不在，咱俩还能喝口。行啊。哎，静宁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哎呀，这去亲戚家好几天了，估计快了。我怎么觉得没卯上呢？是，慢点啊，走，哎，走。
回来了，你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。我没去亲戚家啊，是去医院做了个检查。老张，我得癌症了，晚期。老郑，妈睡了，我不是说让你回家休息吗？我一个人在家也待不安稳。妈会好的，对吗？快立春了，所有人的心都掉进了冰窟窿里，因为世界上最好的静宁阿姨生病了。我仿佛好久好久没有跟素年哥好好说过话了，他变得更加沉默，郑叔叔也是。光是面对静宁阿姨的病就消耗了他们太多太多。而让我讨厌自己的是，我发现我害怕见到他们，更害怕见到静宁阿姨。我害怕看到从前那么美好的一切就这么突然之间塌了。小雪，你不是去参加奥数集训了吗？你明天放一天假，后天再去。你明天去看静宁阿姨吧。好啊。还没回来啊？自从静宁阿姨住院以后，郑叔叔还有素年哥就不太回家了。他们在医院租了个病床，轮流陪着。
习这么早吗？我炖个汤，我怕他扑了，我得看着。你说这晋宁喝得下去吗？能喝多少喝多少吧。老郑跟素年也需要补补。他们爷儿俩呀，更吃不下去。每次送那个饭呢，都给你剩一半回来。你怎么总在这说风凉话呀？他们不吃，就顺着他们不吃啊。这个时候再不吃点好的，那不全弄垮了吗？你说老天爷怎么就这么不长眼睛？别骂老天爷了，求求老天爷。小雪昨天晚上还跟我说，她觉得自己很坏，这个时候不陪在他们身边，反而倒害怕看见。我没敢跟她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怕。我见静宁一眼我都怕。你说，以前那么好的一个人，那么漂亮，现在都成了皮包骨，你说谁敢见呢？那父子俩又一个比一个能忍，你有什么你说出来。你说我们这几家都想帮他们一把，他们就不说，都憋在肚子里。你说。他们父子俩也难受啊，人在最难受的时候说不出来，也不想说。我去换衣服，一会儿给他们送饭去。哟，老邵，哎，老林，哎哎，哎呦，哎，你这大包小裹的，八成也上医院看晋宁，咱同路。哎，东哥没结，去一次哭一宿，受不住啊。我们家季兰也是，在家说好了，哎，临了临了，戒了，别说他们。有两回我差点都没绷住，这眼泪都已经在眼眶子里边打圈了。我还好，我忍住了。要不然人家老郑还得微笑着安慰我，你说这算怎么回事？你和老郑一个办公室，做了快20年，难为你了。走吧，走走走。周末你怎么来了？兴你来就不兴我来呀？哎，陪你去喝点。干什么呀你？人还在，振作点。你说。你俩徒弟命怎么都这么不好啊？
是我把他们给害的。走了，你老糊涂了，没法跟你聊。哎呦，我是老了。这俩感情变好，儿子也养得好，孝顺懂事儿。哎，命太苦了，本来看着多年轻啊。哎，你喜庆点，别丧着吧，这地儿已经够憋屈了。在这儿怎么喜庆啊？你笑一下，今年阿姨最喜欢看你笑了。走吧。最后一口好不好？叔叔，哎，小雪，你爸他们刚走。叔叔是嫌我烦了？没有没有，我看他买东西了，谢谢你啊。小雪，张琪，季阿姨，嫌谁也不嫌你，阿姨喜欢看见你。那我每天都来。那可不行，你还得学习呢，成绩下去了，你妈不得怪我呀？我放学了，我就在旁边写作业。比待在我妈身边舒服多了。这话可不敢让东哥听见，不然我……不必问，为此。